知道。煮一个鸡蛋。充一下蛋白质，一个蛋，葱姜蒜吗？不是吧，应该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去吧。我把这菜切一下。好女人。我把这菜切一下啊。香菜切。那你会做饭吗，天成哥？香菜切段就行，就借味儿的做那个热汤。香菜，然后葱切葱花。我现在五分了，天成哥，前两天是四分。葱切葱花，这些够了。我没吃饭呢，一顿饭没吃呢。我其实我饿了，但是。不行，我点外卖，但我不想吃外卖，外卖太不健康了，然后全是油，一点都不好吃，然后我就没点。然后黄瓜切丝，这是我们家，这是我妈妈种的黄瓜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家种的黄瓜。就是有小园儿，有那个小小院子，没有，是左手吗？切刀的手是右手，我镜像了，应该是这边是左，你看这边是左吗？在你那边看，你看一下，天成哥，是左吗？这边。是左吗？右吗？好了。我做饭呢，纯儿，整个清汤热面吃。清汤热面这道菜是那个东北的朝鲜冷面馆的那个那啥，是朝鲜面馆的。Thank you.
门打不开，我拿刀磕一下，冰箱的门打不开了。滴一点香油，然后凉拌酱油，然后芝麻。这个鸡蛋煮多长时间了？这个鸡蛋煮多久了？刚才？有煮十分钟吗？鸡蛋有煮十分钟吗？我做清汤热面，就是清汤热面。我看一下吧，是朝鲜，就是我们东北有冷面馆，东北冷面馆的清汤热面，它是，完了，没熟，还得煮，没熟。就是清汤热面，怎么说呢？跟你们，好饿呀，好饿，饿得了，饿不行了。他先煮着吧，我用砂锅煮面，受不了了，太饿了。
受不了，超级饿。我今天一顿饭没吃呢。是怕伤害我。应该再煮五分钟，我觉得也差不多。煮面，快冒了，水还没开。剩下的放冰箱。开始了很美丽，日出的美梦，你想不想吹红？算一下就行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摆盘，
熟没熟。啊，烫手。完了，让我整齐碎。然后要这个灵魂辣椒酱，OK。OK， 吃饭吧。不是四分，是五分，五分，回分了，回分了，不是四分了，五分。今天早上回的分好像，今天早上回的分，吃饭了，我做的，我自己做的，怎么样？老好吃了，我自己做的，老健康，老干净了。你也想吃啊？你可以给我刷个火箭，加我的微信，然后我给你邮这个冷面，知道吧？我们家蝴蝶结哥哥，我就给他邮了。对，干净卫生。
你不是一直都在健身房上班吗，教皇哥？这是我教皇哥。你不是一直都在健身房上班吗？对，灵魂辣椒酱。工作室和健身房在我们这看来都一样。我买个人头，先上班啊，就是在健身房当健身教练吗？啊，教皇哥。这不你的老本行吗？挺好，挺好的。但是我觉得你应该，就是因为你是做这行的，然后你应该有一个就是，就是你应该把自己的身材管理的好一点。对，这样的话显着你的专业和你可能理论知识好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个人形象也很重要。然后你要就是把自己的身材管理搞一下，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更多的人，然后别人才会信任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，然后呢？才会，别人才会信任你，才会去找你做健身教练，你懂吧？人不需要被教育，只需要被提醒。我只是提醒。对，再次提醒。你可以的。我再拿个辣椒酱。去忙吧，你去忙吧。今天多少号？29还是30？今天29，这个月是7月，有31号是吗？哦，3天。OK，我煮多了，有点吃不完了，感觉煮多了，感觉。直到。
我想煮多了。但我不，我感觉我不吃浪费了，我把它吃了吧。我自己做的饭我很少浪费，但是我如果点外卖，我觉得我吃两口，然后我觉得有点饱了，我就不吃了，因为我觉得外卖没有营养，然后油特别多，反正也不健康，吃多也不好，稍微吃一下，剩下的扔了也没关系。但是基本每次我点外卖，我都备注，我就说，比如说我点个什么饭，然后我就会告诉他，我说米饭给我一半就可以。嗯，我每次都会备注给我一半就可以。然后我要是点麻辣拌或者麻辣烫，就这种里头有面有菜的，我都会说全菜，就只要蔬菜，面不用给我。嗯，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完也是浪费了。外卖我不会就是，不会吃太多，就稍微的那个没时间做饭，就稍微的吃一口，只要不饿就行。但我自己做饭，我基本我都不扔，我觉得不好，浪费粮食不好，浪费粮食有罪。人活着要有一点信仰。我好久没有对着镜头吃饭了，我有点那个，有点觉得尴尬，业务生疏了。想当年我可是斗鱼美食区的主播，有点业务生疏了，就感觉有点尴尬，抹不开吃。因为正常我吃饭都在家吃饭都这么吃，我给你们瞅一眼啊。就是腿上来了就。然后基本就有时候盘个腿，有时候反正就是基本都是这么吃。基本都是这么的。反正自己在家。也没人管我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基本都是这样，但是我直播我现在也不太好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这样感觉不太得劲儿。还是把腿这样一只腿放在这儿比较舒服。欢迎木木。我怎么感觉今天开播有点害羞呢？不知道为什么。欢迎520。那害羞呢？害羞，I'm not afraid.
七九八九九九，这个1979他比我大八九九九40多快50了你，那你跟我爸妈差不多大。我妈跟我差，我妈22生的我，跟我妈差不多大，跟老孙差不多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歌叫啥来着？叫抖音什么古典？叫抖音那首那个叫啥来着？哎，我说多了，撑的难受，完了，撑的直迷糊，真迷糊了。找不着了，一会儿我问一下，没收着，一会儿我问一下。零落飘起遮住日落西，不能这样，超管又该扣我分了。一会儿发点面，我泡的绿豆，泡了两三天了绿豆，然后我怕天热泡坏了，然后我把它那个放在那个冰箱里泡的，嗯，就是泡着放冰箱里了，嗯，一会儿做了那个绿豆泡不泡了不做白虾了，嗯，去年买的绿豆呢，但是去年我没做。嗯，去年夏天买的，然后我就寻思不做白虾了，嗯，然后把它做了吧，到时候一会儿发点面，做个绿豆饼，嗯，绿豆酥吧，嗯，绿豆酥，自己做绿豆酥，一会儿我发点面，下楼看楼下有没有卖那个蔓越莓干的，绿豆里边放一点蔓越莓干，清热解暑。啊，不然那绿豆白瞎了。上回我是也是陈年的红豆，是红豆，剩挺多红的小豆，
然后我就自觉得，你说这豆买完了不做白瞎了，完了我就把它做成那个红豆沙饼了，做成那个就是红小豆，给它做的那个就是像馒头似的，馒头里边是红小豆的豆馅儿，做的红小豆的，这回做绿豆的。这是买豆买完了不做白瞎了，一会儿做，看好不好吃吧，不好吃，肯定好吃，但是我不一定爱吃，我做完了我看看给我姑姥或者给我奶吃，他们岁数大人爱吃，爱吃五谷杂粮，爱吃一些粗粮，我做完了我可以给我姑姥吃。也可以给我奶奶吃，但我不一定爱吃。我嘴比较挑。我点一根啊，你们会点的也点一根啊。我点一根啊。29号今天啊，我没脱，我昨晚洗澡了，然后我没脱毛，因为我太困了嘛，还我昨晚洗澡了，但是我没脱毛，因为我昨晚太困了，我最近生物钟就是让我调过来了嘛，然后现在每天都睡得很早，然后我一到晚上就困。因为我白天不睡觉，就白天我再困，我多困我都不睡，然后这样我晚上我就可困了。然后我昨晚洗澡嘛，睡前洗澡嘛，然后我太困了，然后就没脱毛。哼，我太困了吧？你没有太困的时候吗？真的是，怎么这样呢？你没有太困的时候吗？没点着呢，不是我5分了，一德5分。不行，我得放这边，这边风往这边吹，这么吹。我在这边换一面，咱们换一面啊，欢迎笑对人生。更美好，借男人更美好，借了男人我就所向披靡了，但是戒不掉啊，就好色呀。你知道我朋友圈分享我直播间咋写的吗？天成哥。
我这么写的，我说回分了，直播整个饭吃，直播跟男人们唠唠嗑，隔着屏幕吸吸阳气，得永生。我总是每天就是总是能说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，老逗了。就有点稍微有点那么个低级趣味。我告诉一下我那朋友，告诉他我洗脸池的正好。去吸阳气，对对对，因为现实吸不着。我人生中阳气，哦操，让烟给我烫着了。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在机场吸烟室的时候。哎，但是我发现，就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机场吸烟室，有的地方有，有的地方没有。嗯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而且我发现机场吸烟室好像可难找了，每次我感觉我都可难找了，不太好找机场吸烟室。有的城市有的城市没有。因为现在就是口罩期嘛，然后机场把那个吸烟室改成那个储物间了。因为怕就是人太多嘛。是吧？我吃太多了，撑得老难受了，撑得老难受了。伤害我，欢迎梦安。咖啡吧，没有咖啡喝了，磨咖啡，用我的这个这么磨，放这儿磨比较稳，比较稳，这样比较稳。吃饱了就困了，咋整啊？哎妈呀，上劲儿了！吃饱了就困。欢迎果摇摇的金牛。不会为爱情变得宠了。真不错，磨咖啡呢。
我已经有14天没有运动了，15天，整整半个月了，15天没有运动了，兄弟们。小花饭，小花饭在播吗？小花饭徒步吗？他现在在徒步吗？这咖啡豆我感觉不好，可苦了，就是反正口感不好，是朋友送的，感觉这咖啡豆没什么水准，就像全佳木斯市的咖啡店的咖啡都没有水准，因为佳木斯就没有什么好的咖啡店。是朋友送的，云南的朋友送的，这一袋能够我喝老长时间，但是他这服务送的有点嘚儿啊，就正常我在网上买咖啡豆都是买就是备注让他磨好直接磨成粉，他直接给我的豆我就得自己磨，而且我只有这个手磨的，所以反正这样的话它可以让我少喝一点咖啡，因为我自己磨就磨磨一会儿我就烦了，然后就少喝一点嘛，到现在都觉得我的表白在耍他，所以才去拒绝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害羞了都，脸都红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啊？啊，没事儿，看他直播间，本来不喝啤酒，喝了两瓶，然后说不喜欢我。不喝啤酒，喝了两瓶，说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哭个鸡巴呀！他不喜欢我，哭啥呀？他不喜欢我有啥哭的？啊？他有病啊他？他是不是有大病？啊？他是不是有大病啊他？啊？承认我，承认喜欢我怕被傻。我没有啊，我没耍他，我没耍他，没有。对每一个男人的评价和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形容，形容花饭只有三个字来形容，就是一个天真的大男孩，三个字就是大男孩。大男孩是美好的象征。很可爱啊，我觉得听你讲的事儿觉得很可爱。听你讲的事儿觉得有点意思。我还在。我可能10月份就回福建了，就不在老家了。
我可能十月份吧，我贴了个乳贴，这出汗了，好像要掉。I am feel 宝贝。感谢超管哦，超管，我错了，超管，超管，我不这样了，我注意，超管，超管，我注意，超管，超管，求你了，别扣我分，超管，超管，求你了，我错了，我注意，超管，超管，我注意，超管，别扣我分啊，嗯呐、啊，我不整那些没有用的了，我知道错了，给个面子。我刚养回来的分，养了四五天，中间有一天还忘了挂了，然后就前功尽弃了。今天刚回的五分，超管。哎呦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心脏不好，太吓人了。这给我吓的，给个面子走吧，太吓人了。我为啥分没了？你为啥越来越虚了？你为啥长那么磕碜？你为啥屁话那么多？你为什么走进我的直播间？你为什么？行啊，我可没说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个不是我说的。手磨咖啡讲究，挺累的，挺累的手磨。就是为了自己能少喝一点，少喝一点是一点，因为我太能喝咖啡了。挺累的，真挺累的，磨着咖啡，就急性格的人都不行。吓死我了，让超管给我吓的。跟你饭店浪迹天涯，他都拒绝我了，我跟他浪迹天涯啥呀？我为啥不化妆？感觉又老又丑。
拿下吧，谁拿下谁。我找个什么器皿给我这咖啡装起来行。用这个，这是百合，我把我菊花茶放这里，到这里，我胖了不少，安娜呗，这里都是菊花茶。用这个装咖啡行吗？这每一个沫都是我亲手磨出来的呀，兄弟们。我来福州能把家里调料寄给你吗？哇，我家里没，家里调料我到时候就给我妈了。我要上福州，家里的那些调料，我就给我妈了。我到时候就给我妈了。给你调料，调料寄怎么寄给你啊？神经病！嗯，我可能十月份回福建，因为我这房子不是十月份到期吗，吉吉？然后我可能到时候十月份就回去了，回福建，去福建。找好听的歌。福建太热了，嗯呐，老热了，福建现在，嘎嘎热。听一点鸡汤的歌，我的咖啡磨得快一点。哭了，你确定这腿是带劲？换个手。
来小时候，就是我们东北有那个，就是玉米，秋收的时候，秋收的时节，会有 Welcome to my Italy 哟。这是秋收的时候，那个有那个磨玉米的，就是给玉米棒，哇，这谁送的一套哟吗？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波波 ，kiss kiss， 就是磨那个玉米的时候，对对对，脱粒儿，就有点像是吧？是不是有点像？谢谢一套友 ，thank you， 波波。放一首我们一套友专属的音乐，你们不懂。这首歌叫 French Kiss， French Kiss， 我们一套友的专属音乐。French Kiss， 对，脱粒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French Kiss 这首歌好像没有了吗？嗯，老长情了，他对我有情怀，这我都是情怀粉儿，都是情怀粉儿，懂不懂？都是情怀粉儿。这个，情怀粉儿，是。你是狗懒的，谢谢团长。是有点毛病。我的劳动成果啊，你他妈就是欠。嘚呵的一天，嘚呵的一天，栽愣的你一天。我这些了，兄弟们，歇一会儿吧，兄弟们，挺累的，磨这玩意儿挺累的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就他妈长个他妈挨骂的脑袋一天，嘚儿喝的，对味儿，有毛病啊。
买个人头。我曾经我挺想 Sailor 的姬姬，我挺想他的，我很想他。哦，OK, thank you. 我很想他。我很想 Sailor, 还挺想魏魏的。挺想魏魏 Sailor。还有我之前熊猫的一个浙江温州的大叔。你就你不是个东西，那个大叔对我特别好，就之前熊猫那大叔对我特别好，魏魏对我也特别好，然后 Sailor 对我也特别好，你对我也好，但是你现在比较狗懒的，就是他们对我好吧，然后他们就是，然后就是人家就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人家就消失了，玩消失了，把那份美好永久的存在我的记忆里。你就不一样了。说的那么伤人，我眼镜呢？眼镜没了。眼镜呢？眼镜丢了。
镜盒里呢，真他妈闹挺，整了半天眼镜戴眼镜盒里呢，我也是无语了。眼镜戴眼镜盒里呢，我是真的无语这一块。以后你不用回我消息了，我也不会再烦你了。是谁在真甜蜜？整一根，整一根，整一根，兄弟们，整一根。我想和你见个面，我想和你撸个串，我想和你去海边，太阳落山望望天，口罩捂得我好闷，说想你想的数秒针，春暖花开就动身，等会儿别动测体温。等一个，等一个。我想和你撸个串儿，我想和你去海边，太阳落山望望天，口罩捂得我好闷，说想你想的数秒针，春暖花开就动身，等会儿别动测体温。我想和你见个面，我想和你撸个串儿，我想和你去海边，太阳落山望望天，口罩捂得我好闷，说想你想的数秒针，春暖花开就动身，等会儿别动测体温。唱歌没文化，你啥时候撩死我了，我都不为所动。你在上班，你在上班吗，金总？真的假的呀？我们金总能失业吗？我们金总那么的年轻有为。我们金总如此的年轻有为，你看到我干啥呀？天天，你瞅我姐妹结婚，你说我，你说，那个咱俩也差不多，你瞅你看到我干啥呀？我不婚族，我是个不婚族，你不用看到我了，我是个不婚族，我已经决定不婚族了，吉吉。你走，你走干呀？你刷个办卡呗，吉吉，你这个号，你说你那个刷一刷吧，都几年没刷了，刷个办卡吧。波波。
sorry， 一场宿醉。刷碗了，兄弟们，给碗刷了，刷碗。欢迎红桃 A 小魔王。刷碗了，兄弟们。
你问我气场是什么东西？岂敢不讲？二战班全弄正，休要舞龙弄凤。
忘本就南柯一梦，岂敢念经朝上？三杀贪赃枉法，剥夺民脂民膏，莫在双方卖傻。今日将你焚烧，四山通敌叛国，休想自成一派。这一山一河，皆是皇家血脉。不杀同胞相残，尔等休要想逃。用刺骨风寒，尝尽世间哀嚎。任凭三教九流，妄想只手遮天，别苦苦哀求，葬在烽火狼烟。这击鼓升堂，别装故作淡定。黑白阎王前去判你烂命，没这天子的令，尔等岂敢逃？老子手中的命，何止几百条？我在看，我在干，我在战，我在犯，我在叛，我在叹，我在翻火，让你败北撕烂，嘴这叛鬼都忏悔，再赞美便伴随，再铲除悍匪，让你焦灼这雕夺，把勾玉消磨，百姓敲锣像妖魔，都发配漂泊。老子轻松在精通，在练着轻功，抬头星空这清风都伴着。心中在入松，坐入中，心如火，莫入苦，在心痛，最心痛，越心痛，半心中，一生月一堂月一壶酒，再回味一盅茶，你要光一扇门难成，一缕烟买不着，还能别修成道，趁现在吧。也请你能护，管你什么来路，尔等区区蝼蚁，休踏皇城半步。飞檐走壁去，手机千里之外，风尘之地去伏羲歪门邪派，雷厉风行难免夜长梦多，让你倒在血泊也他妈算种解脱。请你向上人头，且看飞檐走壁，这袖剑入喉不费吹灰之力，凭着一刀一剑飘在江湖内外，凭借一招一线面朝香炉跪拜，凭着一人一马铲除蝼蚁倭寇，凭借一推一打歇斯底里争斗。我提起了剑，也喝光了酒，我砸碎了店，也杀光了狗，马拴上了绳，也铺开了道，我保住了城，也砸烂了炮。我提起了剑，也喝光了酒，我砸碎了店，也杀光了狗，马拴上了绳，也铺开了道，我保住了城，也砸烂了炮。把你们击退，全部击溃，不给机会，全军击碎。卑职正是大内密探锦衣卫。我来
的名，不是甘愿做歹物件，做兄弟好好的事，大家辛苦多大意，不是乱的笑不到岸。拜呀地道无沙听，那是独有不舍的呀地，不舍不如归多兵，想存在你呀恩的安排，我心拜金拜国际拜
你人爱人，你不是只有名利的平凡，就像多彩的花，只用黑白作为底蕴。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，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。也许从今后我会想show you。
말 좀 모르게 그 가치라 마주는 어디서도 배웠대 You working working spit words like a boss Wonder woman 현실판은 너의 여성 song 느낌적인 느낌 또 뭔가 매혹적인 눈빛에 매료돼 섬세한 그 속에 또 뭔가 어정쩡한 몸짓 I like it big 너의 가는 미소 나를 보는 눈빛도 흠잡을 데가 없어 시도 지루할 틈이 없어 Perfect 애교섞인 목소리 가벼워진 눈이 왜 이제 나타났어 드디어 사랑이 찾아왔어 너는 내취 향적여 내취 향적여 말하지 않아도 느낌이 와 머리부터 발끝까지 다 너는 내취 향적여 내 보면 가지고 싶어 산다니 난 자꾸 전까지도 생각이 나 난 네가 정말 좋아 또 가끔 하품하는 모습까지도 내 스타일이야 Oh 마음이 잘 맞아 내 가슴이 벅찰라 네가 날 부를 때마다 이가 웃음이 그늘질러 把新闻又爆炸的谁登上
时光会不会胖，我站在山坡上悠哉悠哉向下望，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帅老得快，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，积极又可爱。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胖日子旺，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陪在你身旁，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陪在你身旁。那就活在当下，一点点变得强大。你住在我心上，只属于你的避风港，你是独一无二的人，珍贵且善良。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帅老得快，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，积极又可爱。长得丑活得久，长得胖日子旺，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陪在你身旁，晴天霹雳，你却轻易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咖啡，咖啡，口是心非，你矫情的面容都烙印在心灵的角落。说我纵情的结果，就像看破光秃的山头。文人天成，我纯情的嫉妒，怎能放最滚烫的节奏？不可收拾，你滥情的狂风，所有心灵低头的感受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是悲欢起落，人寂寞，等一等，这些伤会自由。我操，我这个碎了，它咋碎的呀？
看。他咋裂了呢？不知道啊，咋裂了呢？刚才我震裂的上面那个器皿震裂的，不知道啊，它就裂了。我不知道它裂了，然后刚才我在桌子上我捡到一个碎片，我不知道它裂了。用力过猛，可能是我太猛了。基本男的太瘦的直接坐身上就直接摇废了。就是我就是比较猛啊，就是像我们这种常年力量训练撸铁的女孩，就是常年就是比较猛。就太瘦男直接就晃迷糊了，知道吧？就是基本就是东西吧，我就容易钻碎，就是手劲儿比较大。我真服了。郭总脸透红。我真服了这一块。整一根儿。这咖啡不好喝，这个咖啡豆不好。不喝又白瞎了，没有一袋咖啡豆可以从在我家放过期过。唐诗人，谢低调的点赞，谢谢。真的没有一袋咖啡豆可以在我家放过期，就是扔掉。越呆越睡越困，越呆越懒，越吃越馋，动起来别停下。就不能充点吗？什么玩意儿续费呀？谁续费了？谁续费了？谁续费了？生命的枪声一打响，我流血，我流血，我受伤，我受伤。命运嘲笑我的。今天把门口这个这收拾出来，今天，有你们看着我，我还能有点动力。我自己，要不然我老想玩手机。
你知道吧，就老想啊刷会抖音，其实那些短视频碎片化的内容没有什么屌用，屌用都没有，只会制造焦虑，亲爱，只会制造焦虑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，其实短视频屌用都没有，就是因为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，就像你们看朋友圈，其实刷朋友圈也屌用都没有，就刷朋友圈刷短视频屌用都没有，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，然后你就不像我，我一天他妈的不高兴我就发朋友圈，是因为我不希望给大家制造焦虑，因为我微信里全是直播间认识的哥哥，我希望能给他们传播一些正能量和能量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会那样发，对，但是你们像其实朋友圈和短视频就大家都装逼啊什么的，其实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意义上的东西，一些碎片化内容，这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总刷，就我要不直播，我要自己在家收拾屋子，我收拾一会儿就刷一会儿，怎么样的？其实，没有什么鸟用，就看完了，然后就是人会焦虑，然后就是，反正我感觉没什么屌用，就碎片化的内容，你也得不到什么，想学一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屌用，好，这样我开着直播收拾屋子，我还能。有点动力，你们看着我还能收拾一下的，我就想收拾这个门口这个方厅，把这个地啥的拖一下，把沙发啥的一擦一下的，墨迹一个礼拜了，真的，收拾收拾。就是我想着，我不是十月份回福建嘛，回福建，但是我说我这么多东西。就我光化妆品又就化妆品啊什么的东西老多老多了，我要是邮我估计2000块钱邮费都不一定够，就东西老多了，然后你像我吧，就是比如说我得喝咖啡，我每天都得喝咖啡，然后我光咖啡的器皿我就特别多，像你说茶具我可以不带了，上福建那个有茶具，福建就喝茶的。那你说我包啥的，我光包就那么多包，每个不同的季节背不同的包，搭不同的衣服，高跟鞋不同的衣服，裙子搭不同的鞋，我就在想厨房东西我肯定不用带了，厨房这些我不用带，就带我自己的东西，电脑我也不带了，到时公司啥到时有电脑，他应该也没啥的玩意儿，主要就是我的衣服化妆品太多了，老多了，我要是不用不拿回福建啊，就全得过期。我洗发露，就头发怎么能，就是我洗发露就今天用这个洗发露，明天用那个洗发露，所以我头发一直嘎嘎好。就是我东西太多，就有点难搞，到时候看看嘛，有一点回福建就很快乐，就是会自在，就是会很自在，就是在老家吧，就是就是在老家就是人言可畏，然后
我穿个什么衣服走在街上，就是反正回福建会很自在，因为没谁认识我，身边的朋友都也很 open， 反正就是穿衣会比较自在，反正还是有好处的。嗯，哎呀，不想想那么多了，想那么多就不好，不开心了呗。到时候再说吧。把飞不断压压压压到眼前，天空温柔缠绵，记不完的你的脸。别乱穿了，没有，现在没敢乱穿了。我前两天我穿个那啥，我穿个那个和服，我穿了个和服嘛，香水，然后就被扣分了。穿了个这个和服，然后就被扣分了。穿了个和服的睡衣，要扣分了。我养了四五天我才回来。
侍卫的关注。Thank you.
开花了，真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！铁树开花了。现在现成的，太够意思了，太够意思了。太够意思了。不容易啊。
别吵吵，别吵吵。充会儿电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我歇一会儿，正好等地干一干，等地干一干。欢迎 T 哥哥，我歇一会儿。
喝杯我的 coffee。四点，我几点播的？我看一下我几点播的。我看一下啊，1:19。2:19，3:19，4:19，2.5小时，快3个小时呗。做了个饭，拖了个地，收拾了一下厨房，洗了几件衣服。老子60有低保，低保不能随便办呢，低保就是你得找人儿，你得找人呢，找人才能办低保，得有人儿。低保不随便给办呢。我想和你做个伴儿，我想和你撸个串儿，我想和你去海边儿。我15号。我15天没有运动了，15天就是没有动弹了，没有运动了，没有做运动了。然后我15天没运动了，我给我东西全拿回来了，我还没刷没收拾呢，瑜伽垫啥的，高跟鞋、运动鞋刷一刷，寻思没整完呢，就是。积攒的在舞蹈室积攒的2-3个月没休息啊，2-3个月这屋里造的呀都不像样了，都收拾，这半个月我就把厨房和主卧大扫除出来了，我在这收拾屋子呢，这回我可闲了，我就那个小红，你啥时候有空可以来找我玩。地快干了，我开了个风扇，加快空气流动速度，干得快，地干得快。以后把门口收拾出来，然后把洗手间也收拾出来，洗手间得大扫除一下，收拾完洗手间，然后我就可以洗澡了，我今天尽量把洗手间收拾出来，洗手间还有门口这块收拾出来，把瑜伽垫刷出来，这样的话我明天直播我就可以做瑜伽了，就可以运动了，把瑜伽垫刷出来，
于二代放舞蹈室了，老埋汰了，我估计我刷钱都得，哎呀妈，老埋汰了，那穿鞋在外头穿那鞋直接就上瑜伽垫上踩，得老埋汰了，刷一刷。然后我明天我就要开始运动了，然后练练舞，然后我想和你做个伴儿，我想和你撸个串儿。我想和你去海边儿。我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再播。歇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再开播。